小英雄和大巨人，大卫和歌利亚。在上帝的子民居住地的附近，有一些很可怕的敌人，其中非利士人特别可怕。你们看见吗？非利士人已经聚集在那里，要跟他们打仗。这些非利士人很难对付，因为他们拥有秘密武器，不是枪，不是剑，而是一个很厉害的兵士，名叫歌利亚。歌利亚真的很吓人，他身材非常高，非常大，非常健硕，是个巨人啊。他所向无敌，从来没有人和他交战之后能活着回来。那里有两座山，非利士人在一边，上帝的子民在另一边，中间隔着山谷。每天早上，歌利亚都会向上帝的子民挑战，高声说：派你们最优秀的兵士来和我打仗，如果他打赢了，我就做你们的奴仆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。上帝的子民待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胆小鬼，歌利亚不住的吼叫：哈，你们的神救不了你们，我要砍下你们的头当饭吃。歌利亚的眼睛好大，会发光似的，连他的头盔也挡不住他凶狠的眼神，仿佛已准备好吞噬他们。还有他的笑声很可怕，哈哈哈哈哈，在那干旱的山谷里隆隆作响。这个好像有三头六臂的怪物，把上帝的百姓吓得目瞪口呆，脸色清白。他们很清楚，假如再没有人来救他们，上帝岂会坐视不理？他一定会派人来救。记得耶西的小儿子大卫吗？他的哥哥们都是兵士。一天，大卫送午餐给哥哥们，远远看见歌利亚和大家恐慌的样子。不用怕，大卫说，我来替你们打这一仗。你只是个牧羊童，国王说，歌利亚可是个勇猛的军人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上帝会帮助我的，大卫说。国王听见，便把自己的御用盔甲给大卫穿上，可是盔甲太重，大卫穿着它动也动不了。我用不了这个，大卫说。大卫卸下盔甲，走到小溪旁，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拿着他那头石的旋，一步一步向歌利亚走去。歌利亚也向大卫走过来，大步大步的，发现是个小男孩，要弯下身子才能把他看清楚。我知道我年纪小，个子也不及你，大卫对歌利亚说，不过我有个伟大的神。歌利亚咧嘴大笑，发出了比平常还要恐怖的笑声，哈哈哈哈哈，不停的笑。其实只要歌利亚把大刀稍微摇一下，大卫便立刻完蛋。大卫却不理他，继续说，我不在乎你个子多大，或是你有多厉害的武器，这些都不能救你，只有上帝才能够，这是上帝的征战，他当然会打胜仗。于是大卫把一块石子用投石器瞄向歌利亚甩去，那颗小石子咻咻咻像子弹一般飞在空中，打中歌利亚的额头。歌利亚的笑声突然停了下来，只见歌利亚绊了一下脚，身体摇摆起来，向左向右扑通一声跌在地上，他死了。非利士人看见歌利亚死了，慌忙逃跑。上帝的子民看见了，欢欣喝彩，上帝真的拯救了他的儿女，大
大卫真是个大英雄。多年后，上帝会派另一个年轻的英雄来到世上，为他的子民打仗，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是的，这将是世上最出名、最激烈的征战。